嘟嘟嘟嘟嘟。对啊，你们可以自己办个粉专啊，这是最快的方法。可以盖个粉专。哎，我记得有只鸟啊。哇，一下就死了呀，好爽哦！我要他的音爆弹，不然都没有来收集。很麻烦的样子，我忘记名字了。X I A O 说很麻烦的样子 ，O 三 O， 好累哦。麻烦，我觉得不会，只是要切来切去而已啊。我去看一下成就哈。解锁有什么卡？未解锁成就，打几个啦？以Monster 猎人的身份协助出阶进阶十次任务。嗯，我想问个新手问题：去哪练习钩爪？因为个成就是要初次练习钩爪什么的，我那个竟然没有解。C。有人知道吗？拼音我也不会念啊。我原本记得住，可是后面现在又记不住了，真的很讨厌欸。进阶自由一心里面哦，你看我，我的钩爪完全是实在里面玩的欸，完全没有去练。这什么鬼？发生什么事？怎么一进来就直接大战？小伙伴别担心，救星来啦！靠呀，救星来啦！让我勾一下。是啊。真的是老了啊，而且我还没老就很多记不住，所以才不喜欢念书啊。我很讨厌记东西。对啊，我就是看到有个成就是初次使用钩爪什么训练的，刚开台前在看成就的东西，所以我现在才会来这边帮新手解东西。
Go！ 爆爆爆爆爆！晕啦！结束啦！等一下，不是我知道你有讲，可是我想说，我后面应该会记得要去弄这个东西。可是想说，既然都已经知道钩爪怎么用了，我就没有进去用了。然后就错过了新手教学，我哪知啊？结果说成就里面需要用，会不会啊？你会不会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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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嘟嘟嘟嘟嘟嘟。夜夜问说：“日文改名去有人头那边吗？有人知道吗？”哎，燃料箱满了，我去抽一下。我去尿尿，你们看一下蒸汽机哈。好，没人知道，夜夜没人回答你，不是。你聊天室坏掉是没人回答你，以后就这样更难过。哦，原来夜夜是回答人问题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好啦，你们看一下这个画面，我去尿个尿，还是想看我尿尿？
刚在楼上尿尿，然后又跑去楼下洗手，因为我要吃药，我要忘记吃了。我原本这个维他命我闻味道蛮香的，那就吃下去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去帮新手。这两个是吵架哦，怎么分开练？自由人物。我有打十场了吧？土沙龙就打了五只以上了呢，还是再要打进阶？成功进入 Apple 是你。有，我刚刚接任务的瞬间，有想说算了，我去解飞翔爪算了。来，我们穿清凉了，出发，出发啦！有送东西吗？没有。他不配站在你眼前，你的痛怎能看不见？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？为什么？哇，红眼了。甩尾巴不是，甩尾没有哎。你挣扎感觉，我也难过的了解。哦，
打击出去。自由任务，哪一个啊？请问是哪一个任务啊？哇，还是恶心的啊？等一下哦。进阶的自由，在进阶啊！哦，真的呢！感谢你，哇，太屌了吧！怎么会藏在那里啊？